这部电影呢是原因很多的，也不是某一件事情可以产生拍这部电影。第一点的话就是，2006年我来朝鲜参加第10届平壤国际电影节，当时的话把暖春电影送给金正日将军。 第11届电影节呢，又把暖情电影送给金正日将军。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在这个平壤国际电影节上看了这个我们朝鲜人民，演出的大型团体操及文艺演出《阿里郎》。在朝鲜这么一个大型的演出中间，专门还有。 就是一段写的是中朝人民的友谊，所以说这件事情呢，也是深受感动。第一，我感到朝鲜人民是非常热爱自己的领袖。第二呢，我感到10万演员的表演，他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一样的，他团结一致。 就是说，朝鲜人民的这种团结精神，通过这2件事情，所以说就我就由此产生了要拍一部中朝两国合作的电影。就是通过这一部电影了，我要把朝鲜人民在金正日将军的领导下，朝鲜人民是如何。 建设自己的国家，要把这种就朝鲜人民这一种建设国家，这种精神呢，要介绍给中国人民，要把这个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巨大的变化，要介绍给中国人民，看到朝鲜人民在金正日将军的正确领导下，怎么样团结奋斗。 建设自己的国家，同时呢，也可以把中国介绍给朝鲜人民，用这部电影呢，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这就是我要拍《平壤之约》的目的。《平壤之约》呢，我们决定中朝两国准备要合拍这部电影以后，得到了金正日将军的。 关怀，金正日将军非常关心、支持，要求一定要拍好这部多次的指示，要拍好这部电影。我们中朝两国电影工作者，按照金正日将军的指示，我们齐心协力把这部电影拍出来。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影了。 这个拍的是没有抓紧时间吧，这个电影在没有还没有完成，金正日将军就离开了我们，所以说，所以说这个我们的愿望没有实现了。 这个是永远都留在我们心中是一个非常的这个遗憾，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说是中国民间团体第一个到朝鲜大使馆悼念金正日将军的。因为这个平壤之约，在金正日将军没有看到我们这部电影。 是永远留给我们的一个遗憾，所以说，今年金正恩元帅担任朝鲜最高领导人之后，我们就是说要继承这个金正日将军的原来没有完了的事情。我们作为我来说的话，就是。 我们中国的3家公司，就要把这3部电影，送给金正恩元帅。
这次从电影界的形式、内容，这些方面，都比较好。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次平壤国际电影节这个形式了？这就意味着我们中朝下一步的合作会更好，所以说这一次的话，你像我们中国代表团来的这些人中间吧，大家还是有很多项目，比如说，有人要做投资电视剧，和朝鲜的话合作拍一部电视剧，还有和我们电影大学合作的，包括演员的培训，互相这个就演员这个互相交流吧，是嘲讽了，就是我们朝鲜的话也准备了一部分就是影视剧合作的项目，这些我们大家都正在处于这个协商，这个讨论之中，另外的话就是可能，作为中国这一方来说啊，我们下一步可能，每一年，也可能就是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就是不同的代表团，你比如说有导演，比如说有导演代表团，我们会来访问朝鲜的，和朝鲜的电影工作者一块交流。也看到就是有专门是投资代表团，就是比如说把我们中国的这些制作影视的这些公司的总经理这些的话专门过来考察，来商谈这些合作的项目，包括我们准备就是和朝鲜合作这个电影院的合作吧。这个项目的话，在这一次电影节期间，朝鲜的领导、有关方面的领导，和我们也进行了讨论。不过，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